Hello, welcome back to Fire Official。 咁今日就係幻想铁路嘅第191集，就係介绍呢个嘅浅田站。咁我哋而家就身处喺呢个嘅红梅谷站，咁我哋就开始今日嘅旅程。咁我哋就嚟到呢个嘅浅田站啦。咁浅田站就系以呢个嘅黄色做主色啦。咁就系、是、呢、這个就系一个岛式月台嚟嘅。咁呢个一号月台就系翻去红梅谷咧。咁呢个就系去呢、這个月台就系去荃湾或者岸上站。咁就我啱啱好似搭错月台，系啦，应该系搭错月台。啱啱由呢啲过嚟，好唔紧要。總之，我自己坐錯月台得嘅，咁月台就有啲凳咯，就係、是、等候凳啦。咁呢度就有部 lift， 咁我哋就睇下月台呢個尾端就係呢、這個咁、樣嘅，咁就有粗體字。咁就我哋上去睇下先。咁大堂咧就係、是、有好多鋪啦，只不過應該好少人睇啦，可能得一個啦，之類嘅。咁就我哋個大堂就係咁樣噶啦，咁我哋就睇一下呢個嘅商鋪，就係得一間嘅，唯一一間淺田站鋪，燒賣我有賣個牛油 pancake、茄蛋熱狗、上川拉麵、鹽焗炸雞髀、魚蛋波波、撈麵、深井叉燒。好，咁我哋就睇下出口先啦。咁其实呢个站就系喺浅井站对面嘅啫。咁呢个就系浅田站。咁系啦，呢、這个一定系浅田。咁呢个系 A 出口啦。A 出口就系去呢个嘅车公庙。咁呢条路就系车公庙。跟住就对面就系浅井。咁我哋去 B 出口睇下先。B 出口。这个 D 出口，这个 C 出口，那我兜了整个圈而已。那这个就是 B 出口，就是去浅井的体育馆，那就什么都没有。对了，我们去看看 C 出口先。 C 出口就是去浅井商场，那就是有分 C1、C2、C3 的。那 C1 就是去浅井体育馆，咁 C2 就係去浅井巴士总站，咁 C3 就係浅井商场。咁左右两个嗰个出口都冇咩特别，咁我就去，咁就系呢个就係浅井商场嘅出口，只不过都係冇。咁就我哋喺 C1 入翻，咁我哋去 D 出口睇下先。咁 D 出口就係去浅井巴士总站，咁就係冇巴士呀、冇巴士站呀、咁样啦。咁、那个外观就系咁，就嗰栋楼就好核突啦。咁就呢度有条马路，咁呢个一个都系马路。咁佢呢啲嘅地方就系类似
好，咁呢个站话咁快又介绍完啦，未订阅嘅朋友记住订阅 Fire Official， 咁喺隔篱钟仔当 FFV 出片嘅时候，你就会收到即时嘅通讯。但好 Fire Official Facebook 专页，加入 MTL FFV 追踪群组，加入 MTL FFV Discord 嘅俱乐部。咁我哋两日之后再同大家见面，拜拜，树立太阳上恩啊，再见。